你跟谁那时候你老矮矮的？跟你呀、啊。啥叫矮？大矮也是你叫的。矮都不懂。你八个岁数，你知道什么叫矮？你矮就是肿瘤，不及时治就会出事儿。我是瘤，你是啥？我是手术刀。呸！讨厌。讨厌，让你欢喜我就忧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刚才干啥了？我没干什么呀。哎呀，小样装的挺自然，还我没干什么呢。刚才你那手伸哪儿去了？伸哪去了？伸人家裤兜里。你你都看见了？看见了。看见就看见呗。呀，白看了。告诉你，我跟你好几天了，前天你在沈阳，昨天你到北京，今天你又撂到海口。小样干得挺潇洒呀。啊，好说，见面皮吧是咱们这行的规矩。哎，名片。你的？带照片的。嗯，红烂漫歌舞厅总经理人妖。你祖籍是泰国的？啥人妖？那是姓人的人，遥远的遥。传呼14141414，挺不吉利。什么不吉利呀、啊？我是学音乐的，要是按照音乐上来念呢，那就是都发都发都发。要我给你念，就是要死要死要死。说话音响。走，跟我走吧。吃饭去啊。吃饭啊，吃点夜宵啊。行啊，领你上中国城。行。哎呀妈呀，吃什么呀？啊，吃点窝头。是现在哪有这吃那个是吧？我领你去啊，到封闭的小单间，服务员都进不来。这哪儿啊？公安局。你是免贵姓周，已经退休，呆子难受，专抓小偷。回来，撩吧，没人撵你。有这张要死要死的小名片，我还逮不着你小人妖。动快撩吧。大哥，大哥，你说我能走吗？大哥，走吧。我敢走吗？干啥？大哥，你把照片给我，我把我所有的钱全给你，行吗？大哥，不好使，钱没有这个重要，有这个就能保持咱俩的联系。大哥，这样得了，走，咱们找个地儿心情心情去。啥叫心情？哎呀，整点文化生活嘛。没生活。哎呀，大哥，哦不不，大叔，你老也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该解放解放了是吧？这。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他抢我钱，大哥！哎呦，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求求你了，大哥，我的好大哥，大哥，你救救我吧，大哥，求求你了，救救我！就冲这么漂亮的姑娘依赖于我，怎么能不让我想起英雄救美人的典故？姑娘，稍等啊，老英雄，小弟这里。有理了，你是清朝来的？不是，大哥，我是说你少管闲事啊！哎，你了解情况吗？啊，我了解了解。姑娘怎么回事啊？大哥呀，啊、他抢我钱还是小事儿，更主要是他拿了我照片，他拿我照片，我可就，哎，我就别说了，老哥呀、啊，你那么大岁数，拿人姑娘照片，能扯这个了？你才想扯这个呢，小偷啊！你是小偷呢，大哥，你看我像小偷吗？大哥，我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把照片给我要回来吧，行吗？你少瞎叭叭，你赶快跟我走。哎哎哎哎，大哥，你干啥？你是公安局的？不是。那他偷你钱了？没有啊。那偷别人钱让我抓住了？怎的？你这不是多余吗？你这不是多管闲事吗？你的意思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没有事？就是。啊，你想啊，嗯，她真要是个女小偷的话，
能自己出来吗？嗯，后边一伙那一帮一帮的，就给你整个背地就，你完了。你什么单位的？啊，我在建筑公司工作。建筑公司的啊，和泥的吧你？啊，我是和，你咋知道的？我一看你就是个和泥的，和泥都和不好，你是个和稀泥的。你这种人赶紧回家，顺着墙根走，小心树叶掉下来把你脑袋砸了。回家搂着老婆孩钻床底下去。你那么成猫了吗？你可别糟践那猫了，猫还知道拿耗子呢。快快走，这是不可理喻。这老大哥，你给我走。大哥，你不能走。大哥，大哥，你要走了，我可怎么整啊？大哥，这老头太……你别臭白我。大哥，他故事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大哥，大哥，你听我说，大哥，我打一比方啊，说，就像我这样一个姑娘。我怎么从一个男人身上就把这包拿下来就背到我的肩上？大哥，我能吗？不能。大哥，你去给我说说去吧。我说说、啊、老哥呀，我跟你说一下。哎，干啥干啥呀？拿走了。啥玩意儿拿走了？相机。什么戏？哎，我站着。哎，刚过来我就整死你。哎、你哎，大哥，哎呀，还要整死我啊？不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呢？哎，大哥，你要真追的话，我把我的全部情况全部告诉你。我们家住在和平区平安街吴市里，我叫何为贵，我爱人叫忍为高，你爹叫何四老哈、啊。你跟我说这事干啥呀？不是，你要追上好给我送去啊！你这么搅和，我还能追上吗？